哟，最近你们在网上举行什么炫富大赛啊？哼，今天跳姐也来参与一番。知道这个眼镜吗？知道什么牌子的吗？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从美国带回来的，3万。哼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玩意儿，不要了。网上最近有什么挖鼻屎大赛噻？啊，很屌啊！OK 啊，你看啊，现在我今天我要参与一下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，哎呦，这个是我妈从那个眼镜店买的，2毛钱，对呀，你们买得起吗？买不起呢。知道这个帽子吗？英国伦敦带回来的，5万，什么玩意儿？哼！OK，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帽子了啊！这个帽子呢，就是我从厨房拿来的。哎呀，飞呀！知道这个发卡吗？巴黎带回来的，3万。这个就是我的，我爸爸从那个美国买来的挖呀，就是来家店的。哎，丢掉。知道这个头绳吗？1万。你们看到这个发圈吗？这就是我爸爸从那个什么垃圾场啊、地上啊、马路啊那里捡来的，一文不值啊！你讲两万啊，你捡来的，我讲垃圾场的不听啊，没钱的，丢掉。知道这个围巾吗？法国带回来的。15万。OK，这个围巾呢，是那个我从巴塞马拉买来的，他说是清货大减价，我就买了一个，这个价钱呢，你们呢一定买不起，2毛钱吧，好便宜吧？我知道你们买不起啦，哎呦，不过呢，我不要，就这样。这是什么？钱包对吧？你以为这里面是百元钞票吗？哼，仨字儿，想得美！我要用钱砸死你们！你以为跳姐借我这么多钱吗？搞笑！送给你们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是100块，也不是百元钞票，这个不是中国的钱。看到吗？我要回敬你们，你们多年来为我的支持，我来送你们。要不要和我做朋友啊？啊，我没钱啊，有没有？钱？做朋友？有没有？关注这个人，我就不信上个热门这么难。哼，我要上热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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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半天呀，我要上热门，我要上热门。你们呢？如果想跟我做朋友呢，或者呢，还要关注我呢，请订阅那个频道，耶！你们给我听好，我上热门哦，我上热门哦，我上热门啊！这次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包包，哼，我妈妈在韩国买给我的包包，你知道多贵吗？OK，今天我要介绍我的东西，就是各个你们买不起的东西。OK，首先就是我这个包包，塑料袋，垃圾桶捡的，不用钱，免费。妈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各种东西，你们各种买不起的东西，哼，穷人。买不起的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妈妈，
我爸爸在那个韩国买给我的名表 ，Hello Kitty 的。看这是保证书，看知道是什么表吗？我爸爸妈妈在韩国买给我的名表 ，Hello Kitty 的。哼，我戴上给你们看看什么叫豪的器具。好，就给你们看一下吧，穷逼们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们既然穷逼还不愿意承认，如果我骂一句，你们是不是还得翻脸啊？穷逼！我担心你们这群大人真是的，长得丑也就算了吧，还好意思在这里说话呀，真是的。OK， 现在我介绍我的这个，里面有。手表，看到吗？这是钻石。哎，这手表让我带给你们看，什么叫气质？好的气质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们哦，买得起东西就要去买。这就是我的手表。OK， 这就是我手表，看到吗？气质啊！我得个钻东西，还有这个。我妈妈在美国买给我的羽毛球电风扇，哼，没没有啊？这个盖打开，打开，好吹，好大的风，好舒服哦。你们没有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的。OK， 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我妈妈在非洲买的，在非洲买的风扇，1块钱。OK， 来我们吹给看，好凉啊！风扇好凉啊，吹吹吹呀吹呀！哈哈哈哈 OK， 来看一下。其实我的偶像就是 Hello Kitty 的 Hello Kitty， 我还是 Hello Kitty 的魔法棒，巴啦啦魔法哈，珍珠啦啦变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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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其实我的明星就是变态狂，看的是他的魔法棒，哒哒哒哒，哇，哒哒哒哒哒，耶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看到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项链，爸爸妈妈在泰国卖给我的，泰国，可是要上万个人民币呢。OK， 这就是我爸爸在韩国卖给我的。USB 就是你们买不起的贵啊，这多贵呢，1毛钱啊，马上把它买到啊。还有这个是我妈妈在日本买给我的那个手戒指手表，看把这个一打开就是手表，哼，没有吧，都买不起。 OK， 接下来就是这个戒指手表，戒指手表就是需要戴，你套上去你看我手就变成这样了，紫色掉，紫色掉，给这个多少钱呢？不用钱。No. 好，还有这个墨镜，打开就是一个墨镜，这种红酒红色的墨镜，戴上非常帅的，告诉你，我们都买不起，都告诉你，好帅的对吧？哼，买不起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这个我妈妈在韩国买给我的墨镜，看上去多帅啊！老花眼睛，断掉这边，看多帅吧！哦，还有这个，我妈妈给我买的香奈儿唇膏，在美国买给我的呢。唇膏也是上百的呢，没有吧？哈，这群穷逼。啊，我打不开，啊，死烂了！嗯，放心，这个唇膏在卧室，撕烂一个不要紧，倒出来看，香奈唇膏，200块钱呢，我涂给你们看。嗯，
香橙味的，还有香。OK， 接下来就是妈妈在宇宙买给我的香辣唇膏，看这就是唇膏，价钱呢就是你们买不起的价钱哦，5毛。OK， 那我脱给你们看。OK， 大便味了，很好，很香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啊，手霜，手霜也是妈妈在韩国买给我的，它很好用的，要500块钱呢，倒出来吧，我涂一点啊。手霜10万，你们买不起哦。OK， 那我们涂给你看，好香啊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成分，碱性超标，请勿涂在手上或食用，涂了手会烂掉。什么呀？我手烂掉。它最后一样东西，眼霜，眼部面膜贴在就是这个地方的，你们都买不起，5000块钱才一盒5对，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好不好？打开，看这个东西，没有吧？穷。OK， 接下来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我妈妈从复印机里面抽出来的白纸。面膜啊，就是贴在脸上了，来我们贴给你看。哇 ，OK， 来看，我脸就亮晶晶。亮晶晶，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边，下次我会带我一大堆的名钞来给你们看。OK， 到那边记得订阅我。OK。Oh, I'll tell you how